山楂的充实的果肉，外面裹的那层糖绝对是冰糖，酸酸甜甜的，立刻消化，知道都是化上吃，但减脂容易胃酸苦，然后胃不舒服或者胃不快。这个特别好吃，它里面还是山楂的充实的果肉，外面裹的那层糖绝对是冰糖，酸酸甜甜的，立刻消化，知道都在饭后吃，但减脂容易胃酸苦，然后胃不舒服或者饿得不快。